Black Boy 蜡像揭幕活动上，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再次同框现身，恰逢 T-Black Boy 出道五周年，三小只还为此庆祝了一番，纷纷晒出出道五周年快乐的蛋糕，让网友感慨这三位少年真的长大了。活动前一天，三小只纷纷赶回上海，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机场造型吧。大哥王俊凯穿一件红色耳连帽卫衣，搭配点缀红色条纹的开叉运动裤，动感十足，一头乌黑的头发增添了几分乖顺的气质。二哥王源也很巧地穿了一件红色衣服，衣服半塞尽显清澈的少年感，宽松的红心裙，清爽的蓝色牛仔裤搭配，碰撞出满满的活力，搭配一头小卷毛发型和可爱挂件，是可爱的小王子王源没错。易烊千玺虽然是 T-Black Boy 中年纪最小的一个，但气质却最具大佬风范，霸气十足。大家都知道易烊千玺有条红色运动裤，要是穿了就能与哥哥们配同色系的。只见他头戴黑色鸭舌帽，黑口罩遮面，遮得严实的千玺依旧难掩霸道气场。黑色长袖 T 恤搭配棕色系的格纹运动裤，简约休闲的着装非常衬少年感。千玺脚上的黑色运动鞋也一身橙色穿搭相呼应。好友网友感慨易烊千玺终于有新裤子了，感动。易烊千玺真的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，一条红色运动裤三个月里可以穿十来次，非常接地气。这条黑白格纹裤也非常受宠，出镜率也很高。易烊千玺穿裤子还有一个小习惯，那就是用帽子包住裤腿。零零的千玺拥有九零后小时候的时尚，易烊千玺的新格纹裤子与这条黑白格纹哪套更时髦呢？网友肯定会说咋穿都好看吧，毕竟颜值高，格纹裤搭配纯色上衣就能很时髦了。哥哥们穿红衣活力十足，千玺弟弟也终于有新裤子，依旧大佬气质满满。